现在早上8点，哦，5点半就起床了，然后弄一弄，浩浩荡荡来到这边。今天是比较特别，今天是要来参加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就是这个伊甸基金会啊，这边有看到伊甸基金会，然后他们举办的一个类似像公益活动，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那就是五星快餐车。哦，什么叫五星快餐车？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，星呢是心情、心脏的心。啊，你有心还没心，就这个时候就知道了。5点半起床，应该算是很有心吧，讲话都不是很清楚的。今天不会再回去玩了，哎。人哟，来来，我来。这样我们穿这衣，知影哪穿，安尼穿。嗯。好，来。你敢捌穿过这？唔捌。唔捌吼，对哇。第一届吼。第一次。对哇。对哇，出嫁就要穿个安尼，对哇，不然无法做。我那都脏巴声啦。这里有，这是看哦。好。就平安的，还是我来？最近的。那恁恁做一下，哎。看着你唔识人就识，其他我来了。呀。无啦，他们都比较累呀、啊。啊不然。嘿呀、啊，啊无找我来创。很好。啊你坐，这边我坐。你这边坐我坐。怎么办？这段行到外口有一寡味出来，再坐，对不？对啊。嘿呀。啊，专工识啊。有啦，因为这样。啊，袂歹做头啦。无讲做头，我应该是吧。这会这。这会袂歹，你讲看。对啊，小。这叫你吃。哎呀，这条好啊，大条唔知好啊袂吼。硬硬好。嗯。袂要紧。袂要紧。哇。今天你们家变成这条哎，它做成广条的。来，下面暖，阿公要暖，阿公手手拿头甲包给你暖。好不好？先你先来。对啊。阿公，你几岁啊？嘿。95。嗯，对啊。哇。哦，你真勇哎。你也忝，我来好不？我师傅来。我唔是师傅，你唔敢想我来教我师傅。伊唔知，伊这世人唔知哪几届啊？我是什么师傅？安尼较在哦。哦，差足济哦。哦，他妈来！这我上一次做这个，我又没记错，大概我说幼稚园跟我阿妈在做。那你先给弄几条，几条，我再叫他说。好。那边滚呢？滚得动。好大缸啊！安尼啊，你啊。安尼都大缸。这水还袂滚呢。水还袂滚。嗯。你种紧张，你种袂滚。哎呀呢，我也无紧张啊。你紧张，你袂滚。对啊，我也无紧张啊。啊，应该先念着滚啊。啊，你紧张，阿袂滚，阿袂大滚啦。哦，无无。大滚就好多啦。对，嘿啦。对吧？过来哦！啊，真过来啦！你没紧张哦，所以过来哦。对啊。
无紧张就滚啦。我这个路面啊，敢那拢无咧，好，还要扛起来。啊。对个，紧较细。不能啊，我多，哎、欸，我今年八十六啊嘞。你八十六啊？对啊。哇，你看一下，你还用啊？对啊。今年八十六啊嘞，我打电动去，伊在过来扶个，在扶个在有血啊，无扶无血啦。哎、欸，你这应该是用什么红色？是用什么在遮红啦？啊，红曲哦，哦，啊，过来啊。哎，不用红个红路啊。你红个大姐。哦哦哦。啊，这边放在对，放在对，放在对哦。好，好。你们来这边也在弄汤圆，都要搬上去哦。然后像五花鸡起起来一点。哦，好。这个冰的呢？对，等一下用烤箱复热。来得及吗？它应该有复热一些。现在做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些事情。我才开门而已呢。我才开门而已呢。做不到钢筋。过来。我要快哦！一二三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到。我再加一些水，再加一些太浓了、哦。对。哇，哎呀，该贵的东西。没关系。看不到。也是第一次哈、哦，要去做这件事情也是手忙脚乱，都是这样子，啊，慢慢就熟了。它、啊、是有到很密封吗？所以它等下那个位置要摆在一个。哦，他这样，他这很高，他这是高汤，汤圆还没，汤圆红豆跟汤圆应该放这边就可以了，对对，好。我现场来这边，逛街嘞，洗澡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平林老街这边，我们有跟这个伊甸基金会有配合一个寒冬，送暖的一个活动哦。那我们的活动名叫五星快餐车。那我们这边现场都是由这个老人家早上大概七点多六点就起床，然后把汤圆做好。也把地瓜烤好，在现场这个地方，汤圆的部分呢，我们是用三色的汤圆的，我们有原味的汤圆，有这个红曲的汤圆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用平林这边的茶，把它磨细之后做成的茶味的汤圆。那汤底的话，我们是有红豆跟在地哦做好的红茶，做成这个红豆汤圆，所以非常好吃，一碗是50块钱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或是有兴趣，都可以过来这边，你可以看到这些老人家很辛苦哦，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个汤圆，希望大家都来这边光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两个一样，两个一样哦，谢谢。哦，谢谢哦，感谢你的爱心哦，来。阿公两个，伊摕两碗，两碗，阿哥一个嘿，两个。啊，这边加汤圆哦。
两碗肉后，好，汤圆，汤圆有效哦，冷诶。今天天气冷哦，吃汤圆是最好的时候哦，而且吃汤圆就是人团圆哦。哦，又有咯，10碗。好，10份啊，感谢你。现在的情况好像是一摞是100的样子，现在应该有卖到100碗，3、6，而且它不但有这个速度，我们现在整个生产线是非常的快哦。中间不是只有生产只卡的而已哦，中间还有验货的哦。我刚刚看一碗只有两个颜色，跟我说，哎，干皮鞋哦。品管严格，24，24、6、7。我们做了一个五星快餐车，星是爱心的星哦，一碗汤圆里面是有三色汤圆，有原味的，有红糟的哦，也有这个当地这个平林的茶做出来的绿茶汤圆。天气冷哦，吃一点热腾腾的汤圆很舒服的哦。没有人吵哎哦。可能今天太冷。因为我们的目标啊是把今天200碗全部卖掉哦。那我们从10点开始卖到现在已经1个多钟头，今天天气又特别冷哦。那要不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呢用母狮流今天进来当店长，我们就把它全部把它买起来，然后请现场的工作人员吃，或者现场的游客吃，让这些老人家可以早点回去哦。不然如果说他们如果有精神就算了，现在天冷而且快吃午餐了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是60碗条，好，60碗，拢买60碗，60碗，哦，这边卖出60碗哦。牌子不够哦，哈！哦，直接过去报数60碗，嘿，去那边。哦，那这个60碗呢，就到现场的朋友，如果大家觉得肚子有点饿，想吃点甜的，哦，天气冷想吃点热的，我们可以来这边自由领取哦。我已经看到那个后盆了，对吧？我来坐一下哦。拎机机，今天拎掉。恭喜我们今天已经全数售完，卖光光了，全数售完。哦，会使休困啊吼，等于休困，还会使吃中昼啊吼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最特别的地方是，早期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时候都是把这个爱心直接送给这些老人家，那这一次比较不同的是，不但我们送这个爱心，这些老人家，我们都知道人其实需要活动，哦，那尤其人有时候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因为，觉得在这个已经不是生产，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失去这个生活的重心，但这次的方式我觉得很棒的是。给他一种另类的一种鼓励，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好。